大家好，欢迎收看，我是勇者 CC。我们今天在玩这个逆转裁判啊，然后今天我们在玩第几庭审来着？我忘了，我是忘了，但是不管。好的，我们开始吧。好，开始。真宵，遇见检察官，为什么会这么说？我不知道，我发生什么事情来着？我曾犯下罪行的记忆啊，这个，我说吗？哇，杀人的记忆，等下，我看这个弹幕会出来了，可以，杀人的记忆。遇见检察官，难道将谁？对，那样的事怎么可能？确实，现任家伙正为过去的某些回忆而苦恼，但夺取他人生命什么的，绝不可能。陈木堂君。哟，准备可好啊？如何？你看，又是这个，我穿着一样的毛衣，今天我必须做这个。对不起，好，我不做了。对不起，我错了。本大爷今天的证言令人振奋吧，真宵小姐，一点都不，一点都不。哎，我是呢，滋溜一下钻了出来，是吧？都听得出神了吧？你看我又看不到，算了，对啊，陈木堂，哎，我是呢，咻的一下钻出来了，窜出来了。对不起，我总是有技术问题，太对不起了，因为我一直看不到弹幕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每次我天，464，我就开一个火爆直播精灵，我看着我，年间直播是成功，耶！好，你给我全部透明。好了，可以了。对啊，我放哪里呢？我放这里吧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好了，我们可以开始了吗？可以了吗？火吗？可以了吗？遇见能够获救，全都靠了俺哦。要拿出点欢迎俺的样子出来吗？干嘛欢迎你啊？我都不想和他讲话。师长，今天的法庭多亏了你。是啊，师长今日不出现的话，遇见检察官他早被判有罪了呢。哈哈哈哈哈哈哈！不过呢，陈捕头，虽然那个租船小屋的管理员确实可疑，但是遇见的嫌疑也还没能完全消除哦。师长先生真敏锐呢。俺可一直在庖丁席上听着呢。话虽如此，遇见他还是有着相当重的嫌疑哦。你小子为啥能信任那家伙到这种程度？陈木郎君，我今天怎样也好，无论发生什么事也好，只要你们两个的事，我都一定会去相信他。你们两个，岳检察官和我吗？说什么呢？是俺吧，陈木堂。是你呀、啊，师长。不是人家，你看他又哭，为什么他每次都要哭？为什么？可是。这是为什么呢，石上先生？哎，那个是为啥啊，陈伯涛？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，真厉害。遇见情况，陈伯涛君，为他什自己么？也不知道为我什的么，天，我自己声音出来了，真厉害。为什么还总是放不下遇见检察官的事？确实，最近对他的印象是有些改观，但第一次与他相遇时，只觉得他是个令人讨厌的男人哦。他是个好人，他长这么帅。真香，你不知道，那个遇见04是让我下定决心成为律师的原因，他不是知道吗？那个，是陈木堂君你们还是同学的时候吧？那时我们都还是小学生，小学生陈木堂，我被他们救了一次。遇见04和师长政治，政治是政治老师。这是我一生都忘不了的，也正因为此事，我如今才成为了律师。哎，那石少先生，你做了什么？哎，那个，不好意思，俺完全没有印象的。他又哭了。哎，陈良心，今天一定要把这件事告诉我哦。知道了，那可是说来话长，后面听我说完呢。那时是小学4年级的夏天，我受到了学籍审判。学籍审判，
求你了，火猫，求你了，坚持，坚持。至少你忘记了吗？那是小学4年级的夏天，我们班一个人，一个同学的伙食费被人偷走了。伙食费？我们的小学在一个非常小的地方，每个月父母都把钱装进信封，让我们交给老师。哎，那个信封不见了，里面装有3800日元。啊，有这种事情啊！这件事你可能不太清楚事章，因为那天你正在请假休息中。总之，信封是在上体育课的时候被偷了。那时候有点感冒，所以体育课就请假没有去，而当时请假的只有我一个，因此就被怀疑了。班里的一些人说要对我施加审判。审判？第二天学习指班开始了，当然被告就是我了。我没有做过呀！这小学生沉默的声音，我没有做过呀！有罪，有罪，有罪！就是你吧，小偷，把钱还回来！不要信任卑鄙小人，绝交！就是你干的，别隐瞒了，快说了，不和你玩，我再借小米给你了，图书馆也存着，这样就别看了。我的天，龙一君，这样可不好哦，偷别人的钱。最后，老师就说了这句话：快认错，龙一君。那一瞬间，我完全不知所措，心中无比痛苦，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淌。所有人的视线都集中在我身上，还说你就是犯人。我心想，还是认错了吧。于是朝那个同学座位走去。在那时，年轻的遇见没有那个必要，所以审判证物就是一切，让所有的都毫无价值，连这些都不知道了，根本就是门外汉。遇见，这嘴真大，大嘴怪。偷了我信封的人，不是你吧？这样的话就提起胸膛，说这些足够了，没有证据能证明是你干的，就是说裁判长这个少年是无罪的。还有裁判长，大床像偷的，说什么呢？林思君，被偷的可是你的钱。没错，就是这家伙干的，不叫什么证据，快认错，该适可而止了吧。穿的是什么东西？是不是没穿内裤？你们呢？还是那样合起伙来欺负一个人呢？你也是被人这样指责？那家伙不是说了没有做过了吗？明白了，钱先由老师来垫上，学习审判就此结束了。老师有病，给学生做审判，肯定是逆转裁判玩多了，肯定是逆转裁判玩多了。竟然还有这种事，好像是有这回事的。那个时候我体会到了那种痛苦心酸，没有伙伴无比的痛苦。石昌先生真是个好人呢。啊，不，没啥了，幸亏那天碰巧请假没去学校，要不怀疑对象就绝对是我了，那可不就不是别人的事了。事件被我总让人学校，这句话果然名不虚传。那以后的遇见学审判结束后，就从遇见那听说了他父亲是律师的事。当他谈及他父亲的时候，眼中闪烁着孩子般天真的光芒。他怎么闪光？我不知道眼睛怎么闪光，谁教我眼睛怎么闪光？我一定要成为像父亲那样的律师，那样伟大的律师。而这之后过了几个月，我突然转校了。第二六号事件，没错，多半是因为父亲逝世的缘故吧。好可怜。再次看到遇见的时候，是好几年之后的事情了。报纸上醒目的登着他的大名，对魔鬼检察官黑暗的疑惑醒目的标题，捏造证据，操控证言，掩盖事实，还写着为了有罪的判决，什么手段都能使得出的男人。怎么会这样？发生过什么事了吗？发生过什么了？简直就成另一个人了吗？我也这么想了。我为了能和遇见见面，不知道联络了多少次。可是他毫无回应。我总是戴着耳机，这隔音效果太好，我听不见外面声音。我总觉得有人叫我。不想见过去的朋友吗？为何我这里声音小吗？我声音太小吗？可是我并没有放弃，只要能够再见到他，那谜题就一定能解开。于是我就下定了决心。难道陈木堂君为了这个？为了和遇见检察官相见而成为了律师，
成为律师的话，那就要就算怎么再，那就要就算再怎么不愿意，也不得不和我在法庭上见面。要不然，陈木藤龙一就检察官了，对不对？我信任，曾信任我的遇见，那家伙正处于痛苦中，而且没有朋友，能帮得上他的，只有真正了解他的我。真，陈木藤。那么那次免费，帮我也是，啊，因为是信任你的。不过好像不记得说是免费的。陈木藤哟，陈木藤君，一定要把玉器检察官救出来啊！啊。总之还是在那个村上小屋的老爷爷吧，快调查一下那个人是吧？是那样的。首先，他已经没有用处了，把已经没有用处的证物稍作整理。行了，走吧。后面要去哪里啊？先去找他看看。还是老样子，一脸阴云密布。哼，那个遇见检察官，想问你一下关于学习审判的事。学习审判？那是什么？哎，想不起来了吗？啊，想不起来了。你的伙食费被偷了吧？小学四年级的时候。伙食费？啊，有这样的事吗？陈木藤君，他完全忘记了。哈，这队友除了我以外的事，只能算不起眼的小事了。遇见检察官，你不知道吗？陈木藤君就是因为那位契机是毒气了而成为律师的。可笑，实在是露骨的评论了。不过这倒还真像是你的作风。还有老样子，陈木藤，那种没神经的单细胞性格啊。可是你变得不少啊，遇见。是啊，为何要当检察官？遇见，为什么你会成了检察官？因为那样尊重你父亲，那创业者想成为律师。我可不像你这么傻。这怎么说？为你被人夺走了生命，我却还要问犯人辩护什么的？我才不是那么伟大的人。你父亲去世的那个事件，只有一个人被当作嫌疑犯逮捕了吧？没错，与父亲一同被困在电梯中的那个男人，名叫灰根高太郎。无论怎么想，犯人只可能是他。尽管如此，他却无罪释放了，就因为那个律师。被害者深仓律师吗？15年前那天，我们三个人被困在电梯中5个小时，被救出去的时候已处于极度缺氧状态，而我也失去了关于那时的记忆。缺氧会丧失记忆吗？现在还是想不起来在电梯中发生过了什么。审判中，灰根的律师也是如此主张了。因为缺氧，曾处于心神丧失状态什么的，结果由于证据不足，灰根被无罪释放了。因此，我对律师抱有着无比的憎恨。陈检察官，究竟是他是我最尊敬的前辈，我审判手法全都是他一手传授了。对陈木堂而言，就如同是杰爷那样的人物啊，他在各方面都是完美主义者，法庭也是，人生也是。经常异常的拘泥于完美这个词。完美，他所接手的是案件未能解决的一切，没有，当然也没有过败诉。可是这样说的话，我知道其中当然可能有无辜的人，可是我们不可能准确无误的去辨别这些事情。什么检察官，他只对他应做的工作贯彻完美执行的方针。总之，想找到他弱点几乎是不可能的。若掩盖弱点，他什么手段都能使得出。那个玉剑，这是真的吗？那你明天就会被判有罪了呀。是呀，不是该夸他的时候。嗯，这的确棘手啊。刺手，只能这个，没什么可说的说。真贱这人。那指认绳这个呢？他什么好像都不想说。我们去刑事科看看。旭旭先生好像还没回来呢。旭旭他大概今天不会回来了。啊，这样？他好像说过，在明天必须将某个男人捉拿归案。不知道旭旭要找到说，他就这样一边叫着一边出去了。
多谢西域仙人。那我们还可以去哪里呢？啊，他在这里。好远不近的说，啊，是西域仙境。今天真是好悬的说，让人捏了把汗，差点把领带给吞掉了的说。啊，那真是抱歉了。没什么的说，托女服知道真正犯人的说。租船小屋的老头吗？我保证说，你没发现游戏里的时间跟现实差一天哦。哇，好像是哎。在明天开机前，一定会把他捉来归案的说。不管发生什么，这是作为刑警对你的回礼的说。那先走一步的说。谢谢刑警，干劲十足呢。哦，还有一件事。哇。今天去森林那边不能，森林那边不能去的说。森林？是指夏美小姐露营的场所吗？那天禁止露营的说被公园的管理员发现了，暂时不能通行的说。这夏美小姐把他惹恼了吧？那就是这回事了，明天去见的说。那我们还能去哪里啊？没地方能去了。虽然小屋，他肯定不在里面，但我们可以找小百合。嗯哼，这咳嗽声。哦，是你吧？怎么了？在这种地方？你们是在散步吗？哦，青春的每一天，犹如青柠檬的芳香。西雨老师，在说什么？在说什么风凉话呢？叶检察官的审判明天可就是最终日了呢。哦，是这样的。如果只以今天的法庭来看，那个孩子应该可以没事了吧？这并不是这样。为什么？这现在还说不清楚。哦，要到什么的话，就到我的事务所来，说不定可以帮上点忙。哎，老师已经走掉了。新老师到这种地方来做什么呢？那个，好，我们去管理小屋内找小百合。27日某时刻，没人啊。早上好，早上好。啊，是小百合，你的主人去了哪？早上好，早上好。太过分了，竟然把这个孩子独自留了下来。早上好，早上好。好，我们去调查这个，这下面是什么？是枪吗？钓鱼竿。啊。对了，陈木堂君，这个保险箱密码小百合知道哦。啊，小百合，保险箱的密码是1228。来，打开看看。我觉得不会放钱的。嗯，可是啊，用锁锁的这么好，应该放什么重要的东西了？这倒也是啊。好了好了，陈木堂君，开吧开吧，可能会得到什么线索也说不定。叮，里面有一封信。信？没劲。受信人寄出人的名字都没有，上面的文字写的相当漂亮，而且工工整整的。向遇见林斯复仇。遇见林斯？哎，陈木堂君，为什么遇见检察官的名字会？不晓得，总之先看了再说。现在是最后的机会了，现在就向毁灭你人生的两个男人进行复仇吧。这次开始，青春显明这次杀人事件计划，将山女士杀害，再将罪名嫁祸于遇见的方法，把一群约出来，乘上小船，用枪射击两次，就在今天审判中，我被迫想出来的犯罪手法一模一样，完全整整写在上面。怎么回事，陈木堂君？因为不太清楚。总之，管理员老头就照这封信上的指示向山田律师。可这封信究竟是谁写的？还说向遇见林斯复仇意味着什么呢？这个我怎么会知道？不过，这封信一定是一个强有力的线索。还可以调查小百合吧，让他说更多东西。但我是很帅现在。小百合，跟我们一起走吧，好吗？随便小孩带走不好啊。新闻也知道他是，但发现就惨了。抱歉，小百合，那他说不行。我当然换人看了，他是没说早上好。现在他是不是死了？我觉得小百合死了，他几天没吃饭了，他死了。完了，小百合死了。安息吧，小百合。2000年到2001年，再见。小百合死了。
感知兽。哦，我要真哭出来，我怎么总是移动不了？哦，谢谢你，这移动太烦人了。哦，我们要到新一法律事务所对吧？不想和你说话，最烦人了。好，新一法律事务所，这话还是不在，还是不在哦。那个老师，工作没完没了的吗？啊哈，还是以后再来吧。还真不在啊。他不会一声然后突然出来吗？但是他没有，他没出来哟。那我们还能去哪里呢？没地方能去了。那租上小屋还可以叫点什么？在小屋内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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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怎么了？哎，没什么。什么到底？那个看到电视让我突然想起来，本周有。哎，怎么这么愁人呢你？怎么这么愁人呢你？去大保险。这是啊，没什么。那个陈木大金，鱼拓。是叫鱼拓吗？可是这里好像尽是些小毛鱼的什么呢？大概是自卖或者自什么东西。不用这么看了，反正日语东西我是看不懂。公园广场，我们应该去，我觉得应该去拘留所，应该肯定有什么东西没问。那个谁，那个遇见，比如说。啊哈，那封信，比如说，雨见，关于这封信，是从那个租船小屋的管理员保险箱取出了，向我复仇。究竟那个老爷是什么人？不知道，是以前你而被判有罪的无辜的被告人吧？别说让人这种讨厌的话，那老头我根本没有印象。总之，这个老头确实照这纸上写的进行了。也就是说，这个世界还有幕后黑手吗？现在正是向你毁灭人生的两个男人复仇的时机。两个男人是指我和深仓律师吗？现在是最后的机会。现在写着这句最后的机会，可能说的是那个时效吧。难道那个老头是灰根高太郎？怎么了？想到什么了吗？是灰根吗？那个老头，曾被当成第二六号事件的嫌疑犯，最被无罪释放的那个男人，就是他。啊天！我跟高太郎曾经是法庭的守卫。15年前，我们偶然同乘了一部电梯。灰太郎，灰跟高太郎简称灰太郎。对，肯定这样。一阵猛烈的摇晃。然后我们已经处于一片黑暗之中，我永远能感到那段时间是如此深长，稀薄的空气狭窄的空间，步步逼近的黑暗。最后我们终于无法再继续保持冷静了。救命啊！不，呼吸，别吵，安静下来。我们也很难受。让我出去，让我从这儿出去！别太人说话，我浪费氧气的。我所有的记忆就到此为止了。醒来时，我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，望着天花板了。20分钟，灰根的精神状态成了问题的关键。由于缺氧和精神紧张原因，我当时处于心神丧失状态。结果这个主张被认同了，灰根也得以无罪释放。不过有一点奇怪呢，这封信上面写着对浴血检察官进行复仇，为什么要复仇呢？究竟对你有什么？陈木岛，这几天有件事让我一直烦恼不已，不知道该不该对你说。难道是今天在法庭上所说的我的噩梦？我曾犯下罪行的噩梦，记你的罪行，杀人的记忆。终于到了该告诉你的时候了，噩梦。这15年间，我每天都会做同样的梦，每次做梦时，我都会因为恐怖而惊醒。是什么样的梦啊？就是那个事件的梦，一切都发生在黑暗中的那个事件。救命啊！呼吸，别吵，安静下来，我们也很难受。让我出去，
让我从这里出去，别在这说话，会浪费氧气的。不，不能呼吸了，因为你在浪费氧气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别吸我的空气！不，不要再呼吸了。哇，干什么？停手！别吸我的空气！父亲，父亲正在被袭击。突然，一把枪滚到了我脚下。这把枪可能是那天审判中的证物，也可能就是那个守卫的配枪。在梦中的我抬起了那把枪，从我父亲身边，从我的父亲身边滚开。哦，我因为这声悲鸣而被惊醒，这凄厉的悲鸣，在这15年间从未离开过我的耳边。在这凄厉悲鸣间，悲鸣。可是，这只不过是梦，不是吗？这15年间，我都是这么想的。可是，人为了保护自身的精神，能够潜意识的自我封闭某些记忆。如果这个梦是现实的话，夺取父亲生命的不是别人，可能就是我自己。怎么会？这样想的话，这份信也就有理由存在了，向遇见林斯复仇。我自己怎么会这样？中将军怎么办？没想到这样，虽然不甘心，但是我们毫无办法。如果有对第26号事件了解更详细的人在的话，叮，不是有吗？陈木道君，去找那个人帮忙吧。新颖哈哈哈事务所。新颖老师，哦，是你们。啊，你怎么了？一脸悠闲。哦，最近有什么事呢？说来听听。遇见检察官，遇见林斯他。啊，所以是个什么？做了射杀遇见信的梦。毕竟那只不过是梦啊。这又怎么了？哎，这么说来，你们这么慌张去做什么？这个嘛。而且很明显，婚姻他对玉界林四抱有恨意，是足以让他把杀人罪嫁祸于玉界的强烈恨意。恐怕那不仅仅是梦，而是现实，就是你们所想象的。玉界林四为了帮助自己的父亲而把枪扔了过去，那把枪走了火。怎么会？没有，太残酷了。婚姻哥背负着那个罪名，作为守卫的人，作为守卫的人生也完全被毁，因此要对玉界林四进行复仇，在时效之前，也就是现在吧。要是在时效之前复仇，不在之后啊。为了嫁祸给他啊，玉界的父亲究竟是个优秀的律师，虽然表面平平，但可以说是前途光明。这么说来，倒是和他有点像了。你千寻君，和我姐姐。玉见信对守魔检察官的处事手段有着强烈的反感。玉见检察官，守魔是个蛮狠的男人，捏造证据和证言什么的，就是小事一桩。守魔几岁啊？玉见信死了，守魔65岁，我的天，那他15年前50岁。玉见信他要以战人守魔来讽喻他的处事手段，然后呢？失败了，而且命也丢了，真是一路失意啊。这样，灵媒是你的母亲，年里无子。把我杀害的是法庭的守卫灰根高太郎。然而灰根最终被判无辜的，妈妈就因此离家出走了，被大家说成是骗人的玩意儿。没错，大家都是这么想的，林里屋子是在耍骗人的手段。现在来想的话，说谎的应该是于建新的亡灵吧。于建新应该知道自己是被谁所杀的，难道为了袒护吧，还是说让儿子自己的儿子于建04而做了伪证吗？
玉贤的父亲，有相当大的可能性，可是也并不一定是这样。肯定是这样。好好，这就是那封有问题的信啊。的确，霍利根就是照上面行动，照上面所行动，把山狼给杀害了吧。但为什么要将山狼律师给深仓？深仓也是一个有一手的律师。这家伙并不是为了委托人，而是为了自己在进行辩护。为了自己，那家伙对于自己的委托人从未加以信任，他所信的只有自己的手段。但如果无罪的话，不是没有什么区别吗？并非如此，完全不是一回事。深仓是为了自己而获得无罪判决的胜诉，而这结果使得辉根在社会上无法立足。怎么回事？目前你可能还不明白吧。怎么一回事？这张纸，这个文字，我见到过，这笔记，很久以前在哪里见过？醒醒，谁的字呢？你觉得这封信会是谁写的呢？会不会是守魔豪？守魔为什么会想到是他？啊，为什么的话？嗯，守魔，对了，的确，这就是守魔检察官的字。过去看过他许多写的审判文件，就是他的字。哎，那么，给坤先生送去杀人的指示就是？没错，就是他，守魔豪。怎么会这样？为什么守魔检察官要把玉剑？为什么呢？我的天，我按错了。其实问信的如果是守魔的话，那家伙一定会知道了。遇见林四把自己的父亲误杀的事，恐怕明天审判中守魔会把这件事给搬出来，以此让遇见林四承认有罪了吧？不会吧？可是，守魔检察官为何知道遇见检察官是？遇见检察官他自己都是把那认为是噩梦。的确，对于这点不是很清楚，但那家伙是完美主义者，而且充满着执念，说不定他将对遇见信的憎恨发泄到他的儿子身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15年前，守魔确实战胜了遇见信，可是守魔也并非毫发无损。遇见父亲同守魔决斗的经过可以告诉我吗？最终审判是有罪，以守魔的胜利而告终。可是因为遇见信的告发，守魔提出中的证据有一部分被证明是不正当的证据。不正当证据，这是守魔在检察官中生涯中所受到唯一处罚。遇见信给守魔的完美的经历上留下了伤疤。哎，这件事对他的打击可能不轻吗？审判检察官那天后的几个月都请了休假。休假？漫长的检察官生涯中，守魔请休假这种事还是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。哎，从来不放松了吗？海呀，山呀，还有欧洲旅游啊什么的，他65岁都没有去旅游过，真厉害。总之，守魔所请过休假中也只有这一次，因为只有这次是让他遗恨窝心。这什么词我从来没见过。可是休假又能怎样呢？能因此保住完美的经历吗？冲浪君怎么办？冲浪官肯定会把第6号事说出来的。叶检察官有可能会因此而认罪，绝不能让这种事发生。那个冲浪君这么说可能有点残酷，就算是过失杀人也还是过失杀人啊。我知道，只是我还是相信遇见杀人什么的那家伙。可是遇见检察官他自己不是都承认了吗？他父亲也为了袒护遇见检察官而什么，就算如此他也是无辜的。这叫顽固，这叫固执。成龙君，你都说到这种地步了，那你再试试把警察的资料查一遍吧。新老师虽然可能性几乎为零，但说不定可能会有所发现。明白了，找警察资料，继续不会回来了。守魔检察官的资料室，他的篮子遍布灰尘了。什么篮子？不老样子了，不是昨天刚来过吗？怎么了，陈大金？没什么，好像不在呢。守魔检察官，
哎呀，好像就在这里被打开过，像打开不久的样子。面上写着未解决事件的证据案件、证据物件。程德勋，只有第二六号事件箱子空了。什么？在这里做什么？哇，首播检察官，你为何知道我的名字？哎，在哪碰过面吗？说什么呢？所以不是经常在打交道吗？我们是叶林斯的律师啊。律师？真是失礼，律师什么的我是从来不放在眼里的。真厉害，我以为他故意装着。那个遇见检察官是你弟子吗？天真的浪漫主义者，同他父亲一样沉不了气。遇见检察官，什么检察官？你对遇见信律师抱有仇恨吧？我对律师？为什么？因为他给你完美经历留下了伤疤。哇，这笑的。哈，而且，为什么要让遇见林四作为检察官而抚养到现在？他明明是仇人的儿子。这不是你应该知道的事。明天审判就是最终日，很久没有能这样进入到最终的律师了。但结果是不会变的。遇见林四明天就会自行招认有罪的，15年前的罪吗？你的努力真让人感动。既然调查到这般地步，那样你也该明白，明天的审判遇见林四会怎么说。果然，明天这家会把第二六号事件给。好了，我们要做一个很愚蠢的事情。首席检察官，请看这个，是你干的吧？将杀人的指示送给了灰根高太郎。灰根高太郎，据上次听到这个男人的名字，已经不知道是多少年以前的事了。真是个愚蠢的男人，本以为他看完后一定会把他烧毁丢掉。陈老，你把这封信送给了灰根。那么，律师，多谢你特地把他给我带来，托你的福，省去了我不少麻烦。你说什么？陈不良心，那是什么？电击枪，护身用的武器。没错，如此60万伏特的火花在你的体内迸裂，六十万，不用担心，不会死的。好了，把信交给我吧。可恶，不要！啊，干什么？陈木大军，快逃！啊！真宵，放手！啊！真厉害，我死了。游戏结束了，我们就这么死了。完了，信被抢走了，第二六号事件的证物也被他带走了，线索没有了吗？对了，真相他没事吧？真宵。喂，振作起来！什么表情？我的天！真宵，真要死了！啊，他还活着。被抢走了吗？信。哎，啊、哦，被抢了，你还好吧？实在没有办法了，我拼命扑了过去，为了被他一发救，无碍事。除了能够呼唤姐姐以外，什么忙都帮不上。在这种最关键的时刻，什么都做不了。就这样。死掉倒也算了，真宵。要想办法鼓励他一下。总之，看有什么方法能让他恢复自信。真宵，他的手里握着什么？这是磁带。第六号事件七号证物，从遇见信的心脏中取出。对了。是在向首席检察官扑过去的时候，无意中抓住了我。我要证明给你看，真宵，你并不是这样帮不上忙的。他就这么帮不上忙，无论如何都要证明给你看，在最后的审判中，你还是没用的，你一直没有用。那好吧，那我们这是第三调查结束，然后最后，等一下是最后的庭审，然后我们这一步。逆转裁判一我们就全部玩完了，然后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